对，我最近就一直遇到银铃的造型哎，所以那个造型真的很漂亮。为什么我们的弗洛斯这么没有印象啊？啊，小弗洛斯。就是真美。昨天在聊天的时候，有人在炫耀造型所以我真的觉得说，我可能也要讲一下这个了。飞战机。角色有出什么新的吗？有，好想要熊孩子哦。咱们再看一下。因为最近很多人加我啊，所以我再那个一下。为什么现在不能看我的那个了？哦，有了有了。这是谁？公主房。会觉得好玩在哪？它其实就是创造的玩法。哎，我还偷偷教你们怎么陷害别人。这可以丢毒液啊！哎，我怎么上去？最近的开这边嘞。还是我们去看一间创造啊，反正有点那个，因为他们身上还没有盖好。也好了。好，这间房，最新的创造，那我开进来居然是云府哇！所以其实双人模式都已经帮我们设定好了，一进来就云浮。哎呦，什么鬼？他还自己创学士？哇，还自己 cosplay 啊？这是什么？大楼。好，我这集就是给你们看最新的创造。那你们想要被我邀进来的话，就是我给你们拟好吗？想说怎么没法下去？哇，还是里面最美的。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有这种萎缩模型？对啊，所以我说现在自己创造的真的是。比你们平常在那个的都没啊，因为有些有防卫说。地上到的都比云浮的好，没有。